又不是神仙，我知道了。何止是在哪儿？天空在我们心里飘了一场雪。 若书配书，空二离九。深夜不想睡，只想听着你给我的音乐。那声音让人好思念。是，还是知道。沉寂已久的心情，掀起了穿越。 不好意思，先带你出去走。快快快，站住！好看，对对对，转过来。只要虔诚的在这里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。我希望能够遇到一个我爱的人。 可以期待下一次的相见。太后的手谕是他亲自盖上去的，朝廷的事儿也太执拗。娘，没事吧？ 死了！我希望能够遇到一个我爱的人。我死了？我真的没事。从大门到内堂有百步之距，如果你能走得过来。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什么？怎么样了？啊？
医生说是心肌梗死，现在正在做心手术。心肌梗死？医生说抢救的很及时。手术很顺利。行，上官，如果这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的话，我愿意等，我真的愿意等。咱们劝谁？应肃清彻查。到底犯了什么罪？陈耀参，殿前司，私德不洁，败坏官威，心狂奔驰，全凭着我。为什么？还是要杀我的。当初我们同窗求学，真姓顺，万万没想到会有今日。能你相信命，我相信每个人的命都是被安排好的。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的命就是要替我爹报仇，就像你现在无法改变你自己的决定一样。欺负我，敢说？谁要你做妾室的？我是要娶你。知道，但愿天罗河，我偏要跟他在一起。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儿子。杀死他，找你别无他路可走。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景然，他们两个是邵鹏程经纪人。导演你好，刘导演。导演你好，导演。对，我们走一遍，对，这个挑战也好的。凤红雪，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剑快？我希望能够遇到一个我爱的。红雪，你醒了？我以为我已经死了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什么意思？他们是杀人无数的坏人。我昨天，然后我一直靠在路上，然后后面的事情，赶紧给我出去，你安静一下行吗？走回来。因为身边没有小姐，这是他的话。年度男主角，他诠释的复仇之神傅红雪。感谢新编程浪子这部戏所有的演职人员，扮演的是傅红雪这样一个角色。我觉得他满足了我所有对于武侠人物的一个幻想，都在这个人物上。你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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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想什么？我只想要一个朋友，能够遇到一个我爱的。只要虔诚地在这里许愿，希望就会实现。你先说，拜郭泰明。
我想陪你再看看。